1800元。我给你来里边这个。来这边，酱是这儿忘了给打开的棒子了。不要这个，我这要再给我拉一圈那个。小伙子，这要煮着吃，这更好吃。你们怎么煮？这搁酱油呗，酱油少放一点可以，但是不放也行。没肉本来就有颜色，知道吧？不用搁酱是呗？不用搁酱，酱是一种做法，不是说非得搁酱，知道不？哦，就是白水煮是吧？再使你们这佐料，这您得全佐料也是的，全佐料。烫回去可以搁点生抽也行。那有点颜色也好看点，是不？搁点，又愿意红色的，搁点那个腐乳汁儿，腐乳汁儿不就红色的哈？红曲米什么的不用搁。看你们煮的那个驴肉，比着我们煮的自己煮的一定是得时候常焖，知道不？不是说煮烂了，煮烂了就味儿也没进去，烂了。啊，你是说煮的差不多了，把它焖住是吧？不用差不多了，到了七成头开始焖。七成熟，不用再开。那不就不熟了？煮的熟的。熟了也没有嚼劲儿了，也不好吃，你出汁也少。哦。是吧？七成头焖，我说想吃时候不行，要不烂再开一回锅再焖它也是，是吧？哦，就是说小火焖半生。对，就是小火。炸开气，这煮多长时间呢？这您得看，拿筷子扎。嗯，筷子扎着费劲。2个钟头收了呗。用不了。一个半。其实我就是高压锅，那不好吃。我就怎么分？来这一块。也不是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一点。哎，上脑得了，我一拉一上脑，您瞧瞧，比这还好吃。您瞧瞧，马上没了。这个不用上脑，走这么老远卖，你就来。行，冲您这句话的，要哪给哪了。啊，其实也少，反正。我不说是。我俩都是过来正好特意卖你这个嘞，是，先搁这儿这个，先搁来一块儿。我知道你排骨人多，又来一块。这现在你卖的多少钱一斤？39。对。你知道网上那个东西我不敢买，有那个网上，我一看有45的，我说肯定不是真的。嗯，还有的会涉及运费，有的是冻货，只能冻多长时间了。那天我看咱们下县的那个，这个东西啥价都有。啊，是。就那个牌吧，行，我给你留着啊。你今天这牛肉是鸡块啥的，还也驴肉是鸡块啥的，还是对，自己啥的，对，有人啥，我不干那个，以前干，现在懒得干。往这个都红过来点肉还？我这肠嘛，我要不然捐收起来，不能说捐呢，房贷还不上，人财路给堵了，人不生活了。怎么这个像个厚身？这个厚身，厚点厚点吧，都是连一块的，薄的。我要这个厚，没事，这几年来几年辈儿这儿的。不成，你还要多少哎？要俩。俺要俩呀？那太多了。什么肉啊？驴肉。不是不结了，不带驴的，考我了，不带驴的，六块，来一个，别搁，哎，师傅，你跟他们要还个包着的行呗，太高了，一样，这两是两前腿一样，怎么我拉出就薄，我拉出给你拉薄了，不给你啃瘦的，我怎么看这个肥苗子太多呀？哪个？这个，这是筋，这有点去掉。哦，不给您腰秤了，腰秤的时候咱们再说。你哪不合适？你瞧一热的，这小伙子，你姓什么呀？你叫什么？李艳。李艳。
冰燕20，虚这事知道吗？该吃点好的，不舍得吃。没有要海个点，这个菜太厚了。对，这门清的，你看着多是多的，人家你瞅着，我给你弄。看咱这黑条太厚呗，是吧？主要是你别伸手就行啊。哦，不伸手。嗯，也可以拿出来。这块是您要的肋骨扇，这块啊。等里边这板腱子肉不给您了，您不想要是吧？嗯。肥的搁下边。给休息一下油。哦，那大块的肥油表我摘了。哦，这肥油表在那上面呢。哦，我刚才看这肥油表在那上面呢。哦哦哦。这是前排，那是。哦哦，行嘞。好，这两块。哦，给两块。摇摇多的，整的粉的，有多少块？差不多。那时候你要的了，我要的。不，你还不一样呢，你真是你吃的时候老不鲜。不是你掏钱，你玩儿行。汤包圆儿，半头驴。我跟你说，一千多块了，一千多。一块腰吗？啊，一块腰的。姐俩。姐儿俩，姐儿，要不昨天给你打电话，你听着耳熟，也是我们老是老是买你的，嗯，1535，这五块不要了，1530，1530呗，1530，我买我这有有够，那我给你讲，一千多少？1530，1530。一块的哈，是吧？搁这儿行吗？您看这个，我不行，你接受。1600，你这1530，1600都行。